没错，就是他了。龙少爷，我用完之后马上还给你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等等，光拿枪有什么用啊？那，小子，这可不是你唱戏的时候玩的花枪小心点，别伤着自己啊。谢谢。 小姐，你把枪给他，就不怕他怕？哼！这儿有三个纸揪，有一个上面写了一个"死"字。你们要是谁抓到了这个揪，就要替我的兄弟偿命。 娘姐，怎么回事？爹，别哭了。真娘以后就没有办法孝敬你们，您自己多保重。玉环，丽轩，替我照顾好爹。真娘亲，爹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。我看看。 让我看看，孩子，爹都是要死的人了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拖出去喂狼，出去，大娘，真娘亲，快点，大娘，求求你了，大娘，听见没有？ 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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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
放开我！快点走！放开我师父！师父来了，你看，怎么往那儿走？你看那儿怎么样？往那儿走。
你这就这点出息。得了吧你。人棺在哪儿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在后院。你跟他去，咱们分头行动吧。好，啊，走。就在前面。你干嘛？哎呦！师兄，钟豪，爹，玉环，钟豪，师兄，你们都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带你们出去。我要干什么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流氓，你混蛋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都轻点儿。镇娘呢？镇娘她在哪儿？钟豪，镇娘她，她怎么了？镇娘她，师兄，镇娘她被江有才杀了。什么？钟豪，大师兄，钟豪，师兄，钟豪，你听我说，镇娘已经死了，你千万别做傻事，我们赶紧走吧。这。走，快走，师兄，师兄，快走！
报告！别开枪！快点！快点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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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蒋有才！师兄，师兄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干什么？小子挺威风啊你！啊啊！再动啊！再动！还敢生老子？刁当真！还把我从马上给推下来！刁当真！哎，干什么？你想死啊？啊！再动！威风啊你！啊！打他娘的！就是这小子，杀死了我们两个弟兄。蒋有才，人多欺负人少，算什么英雄啊？三儿，是大哥，你就是这个老东西的儿子？没错，我就是你爷爷盛忠豪呀。敢在我虎啸山给我做爷爷的，还没生出来呢。不过我佩服你，你是条汉子。别废话，你杀了真娘，我今天就宰了你，为他报仇。忠豪，师兄。谁？我杀了谁？我还告诉你，老子杀的人多了，找我报仇的人排着队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哎，你不是虎啸山的老大吗？敢不敢在你的兄弟面前跟我比试一下？忠豪，要是我赢了，你把我家人给放了，你敢不敢？兄弟们，比不比？比。那好，把场子打开。打开。来，忠豪，不是，不行啊，忠豪，忠豪。三儿，是大哥。不行啊，忠豪，快点，过来，老实点，老师傅，别动啊。师兄，心呐！不要！二哥，二当家的，大哥，殿下，大哥，快
等不到当家的回去消息。好，其他人给我追！